是的，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因你在十字架上的受死释放我们的自由，因你的复活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我们在你的面前要全新的献上感谢，全心全意的来敬拜赞美你。谢谢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星宿哭泣，黑暗吞噬晨曦，这世界的救主已失去。他被钉十字架上，宝血为我流下，你我救主都在他肩上。主耶稣已经背负我们一切的咒诅，一切的重担，一切的疾病，今天就是来仰望他。吐出最后气息，天堂将他撇弃，神儿子被丢在黑暗里，就在坟墓。主的大能要充满我们，主复活的气息要吹进我们。若你生命当中有任何的黑暗，有任何好像你觉得快要枯竭、快要死亡的，就求主复活的大能来充满我们。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羔羊已经得胜。我们唱哈利路亚。
唱哈利路亚，我们唱哈利路亚，羔羊已经得胜。我们唱哈利路亚。圣经在马太福音第28章第5到第6节，这里说天使对妇女说，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在这里天使宣告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哈利路亚。在我们整个信仰当中，我想复活节是一个最让我们欢喜快乐的一个日子，因为主的复活是我们整个信仰当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支柱。为什么主的复活对我们这么重要？因为主的复活证明了我们的主耶稣他有胜过黑暗死亡的权势。主的复活也证明了所有信主的人，他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让我们今天可以不再活在罪恶跟黑暗当中，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享受一个自由喜乐的新生命。 Amen。 所以在初代教会，你知道他们弟兄姐妹彼此问安的时候，他们不是说早，初代教会他们彼此问安的时候说主已经复活了。 Amen。 而且他们是一种应和式的问安，当一个人说主已经复活了，那另外一个人就要应和说主果然已经复活了。 Amen。 所以我想今天早上我们要做一下这件事情哈，我来说主已经复活了，你们应和说主果然已经复活了，好不好？来啊，主已经复活了。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主。在复活节，我们不但是在这里欢喜庆祝主耶稣的复活，我们更是应该大声来宣告在基督里面我们的得胜。 Amen。 那今天早上就要从几方面跟大家分享
庆贺主复活的非常重要的宣告，三个很重要的宣告。第一个宣告，我们要宣告主救赎的恩典已经成就了。跟你旁边说，主救赎的恩典已经成就了。你要知道，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最令人震惊的一句话，就在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三十节。这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给神。我们看见耶稣死的时候，他没有说完了，反而他说成了。什么意思？他的意思乃是说，救赎人类的罪所需要付上的救赎的代价，因着他的死已经成就了。今天神的恩典能够因着耶稣的死临到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你知道在受难节的时候，我们常常喜欢读一段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53章第5到第6节，这是我们熟悉的经文。这里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你知道以前我们常读这段经文只是这样读过去而已，但事实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两个很重要的真理。第一个，这个救赎的恩典是为我们预备的。跟你们说，是给你的。因为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发现这段经文不断地提到我们啊，是我们的罪，是我们如羊走迷。换句话说，耶稣不只是为别人而死，耶稣更是为你我而死。耶稣在十字架上不是担负别人的忧患与痛苦，耶稣在十字架担负的是你我的忧患与痛苦。耶稣在十字架所背负的不是别人的罪债，耶稣在十字架所背负的是你我的罪债。十字架不是一个与你我没有关系的一个古老的故事，十字架是一个与你我有真实关系的今天的救恩。Amen。 所以这个恩典是给你我的。第二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个恩典已经完成了，恩典已经完成了。你要知道，以赛亚书这段经文是在旧约时代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在那个时刻救恩还没有完成。但今天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完全的应验了。耶稣已经为我们背负了一切的重担，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上一切罪恶的代价，耶稣已经为我们死，而且耶稣已经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了。 Amen。 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身上是有胜过黑暗死亡的一个权柄的。所以今天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应该改一个语气来读。我们应该的读法是说，因他为我们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了，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了。 Amen。 在基督里面我们是可以领受那赦罪的平安跟医治的恩典。无论在我们生命当中过去有多少的一个罪恶与亏欠，无论在我们生命当中过去有多少的创伤跟破碎，在基督里面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那个赦罪的平安，并且有医治的恩典。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我们一同来念很熟悉的经文，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很喜欢这节圣经，这里讲到只要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什么？新造的。英文的翻译更好，叫 new creation， 一个全新的一个人。旧事已经过去，一切都变成新的。你要知道这节经文不是只单单讲到，哦，你得救那个时刻，而是指的每一天的经历。你每一天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每一天都可以做新造的人，你每一天都能够享受主耶稣救赎的恩典在你身上。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
当你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跟艰难的时候，你必须要知道你不是无可奈何的了，在基督里面你是可以有所选择的，你可以选择继续不断地活在苦涩跟埋怨当中，或者你可以选择每天来宣告神救赎的恩典，宣告说主救赎的恩典已经成就，而且成就在我的身上，你就每天能够向你的环境来夸胜的。你们今天我看见很多的基督徒常常生活在这个地上，常有一种受害者的心态。什么叫受害者的心态？就永远是责怪别人嘛，啊，都是因为这个人，都是因为那件事情。但事实上弟兄姐妹，今天只要你在基督里面，你就不可能是个受害者了，因为你的主已经为你从死里复活了，如今他正坐在宝座上，他的手没有停止工作过，他也正在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你们，这是为什么你要来宣告？你要宣告主救赎的恩典已经成就了，而且成就在我的身上。你需要看见你今天就是走在主得胜的行列的队伍里面。你们，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节，保罗在这里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怎么样夸胜。你要知道夸胜这个在原文里面就是走在一个得胜的队伍当中，就好像这个打球得胜的冠军呢，有一个游行的行列，一个得胜的队伍，你走在其中一样。那个意思就是虽然不是你去得胜仇敌，但今天因为你在这个得胜的队伍当中，你就可以向仇敌来夸胜。以前你以为你是个受害者，因为你只看见环境，你看不见任何的出路，但现在当你开始宣告的时候，当你开始宣告，神就要打开你的眼睛，能够看见神为你预备的出路。哈利路亚。更多前书二章第九节，你看见在这里神给我们的应许多么宝贵，一同来念，来，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哇，多么宝贵。换句话说，今天无论你怎么想，你都想不过神的啦。你们跟你们说，你永远想不过神的。无论你今天能够看多远， actually 我们常常看不远，无论能想多远，我们也想不远。神所能成就的永远超过你所能够看见，超过你所能想象。你们哈利路亚。你要来宣告，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宣告，主救赎的恩典已经成就，而且成就在我身上。你们第二个宣告，要宣告主永远与我们同在。跟你们说，主永远与我们同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主耶稣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当主复活升天之后，他就照他所应许的差遣圣灵降临下来，住在每一个信徒的生命当中。主在这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圣灵要永远与我们同在，而且永远不离开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无论我们外面的环境是如何，无论我们里面的境况是如何，无论是软弱是刚强，有一件事情是你可以确信，那就是神永远与我们同在，他永远不离开。你们可今天我看见有很多的基督徒好像把这个神的同在只是当做一个教义来相信而已，神的同在对他们来讲只是一个头脑上的知识，并没有在生命当中有真实的经历。就像主耶稣复活以后，你还记得有两个门徒，他们正走向以马忤斯的道路上，他们听见别人告诉他们有关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事情，他们就在谈论这件事情。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十五到十七节，你看见这里说，他们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呢，
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为什么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在哪里嘛。以前他们曾经跟随耶稣，无论走到哪里充满了神迹奇事，但那位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被钉死了。将来或许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会从死里复活，或许正如那些妇女所说，他们看见了耶稣从死里复活，但是他们并没有看见的。到底现在的耶稣在哪里啊？其实主耶稣正在他们眼前，不是吗？主耶稣正在与他们同在，但他们的心却信得迟钝，他们只是把复活的真理听听说说而已，并没有在信心里面领受这个真理，所以他们看不见在他们眼前的耶稣啊。哦，多少时候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常讲，如果我是耶稣，一棒子就打下去了，糊涂蛋，愁苦什么，我就在这里。但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的光景不也是如此吗？多少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圣经里面神所做伟大奇妙的作为，我们总是会想，那只不是过去的事情啊。我们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没错，但那是过去的人物了。现在的神啊，你在哪里啊？都有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在听到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神只不过是将来的神，不是吗？是的，有一天主耶稣要再来迎接我们，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要与他永远同在一起，那是美得无比的。但那只不过是将来的盼望啊。现在的神啊，你在哪里啊？今天就要告诉你，主的复活就要告诉我们，主耶稣不但是过去的神，不但是将来的神，主耶稣更是现在的神。这位曾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里复活的救主，这位将来有一天要迎接我们回到天家的君王，现在正在与我们同在，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如果真的明白这个真理，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宣告，我的神永远与我同在。事实上你要知道，今天当你生活在地上的时候，你就是一位带着神的同在行走在地上的人。无论你走到哪里，你就是把神的同在要带到那里。所以诗篇四十六篇第四节讲，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有一道河，这是神的河，是神生命的河流，而这河的分岔是什么？就是每一位信徒，就是你我，我们就是带着神的同在行走在地上的人。这里说神的河在涌流，每一个分岔就是我们所在的地方能够使神的城能够欢喜。也许你说，牧师，这指的神的城啊，但请问你什么是神的城呢？难道不就是神荣耀同在充满的地方，那就是神的城吗？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不但是要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来宣告神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更是要把神的同在带到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环境里面，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无论什么工作的场合里面，无论是我们的社区，无论是我们的城市，只要我们站在神所给我们的环境当中宣告神的同在降临，我们就能把神的祝福带到我们生活每一个环境的里面。 Amen。 你我就是带着神的同在行走在地上的人。我记得 Mark Gepper 牧师最喜欢讲的一句话，他有时候啊，我们就是要故意的去到一些你期待神工作的地方，在那里祷告，宣告神的同在，欢迎神的工作。有些时候你就是要故意，
因为你就是带着神的同在行走在地上的，你要故意到你期待神工作的地方来欢迎神的工作。 Amen。 虽然有时候我们常常感觉我们自己很软弱，不是吗？好像就是不能够做什么，就好像耶稣形容的，很多时候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好像羊进入狼群之中嘛。但就让我提醒你，我们虽然好像是羊，但在基督里面我们却是一只不一样的羊。跟你们说，你是不一样的羊了，是一只。那个住在我们里面的是比那世界上更大，你们那住在你里面的比那世界上的更大，那住在我们里面的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救主，是犹大的狮子啊。所以当狼群要来吞吃我们的时候，他的手一抓，忽然间发现羊皮里面是只得胜的狮子。哈利路亚，狼群就要逃跑。哈利路亚，今天无论我们在哪里，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处境，我们都要宣告主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经历主复活得胜的能力。你们第三要宣告什么呢？要宣告神国的福音要传遍地极。跟你们说，神国的福音要传遍地极。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升天之前，他把大使命托付给教会。马太福音28:19-20，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这里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告诉你，主不但是把这个大使命托付给我们，主还是托付给我们一个非常确切的应许。什么应许呢？马太福音24:14，我们一同来，非常重要这个经文。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确信主耶稣必定要再来，请问你确信耶稣必定要再来吗？如果你确信耶稣必定要再来，那你就必须要确信天国的福音一定要传遍地极。因为这件事情讲得很清楚，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地极，然后末期才来到。换句话说，你知道在疫情期间呢，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讲到末日要来了，我也听到很多的信息讲到末日的信息，特别就加上什么战争啊、地震啊、饥荒啊。但我要很清楚的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些战争、瘟疫、地震、饥荒，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加速主再来的脚步，都不是这些事情。只有当我们遵行主的大使命，努力去传天国的福音的时候，我们才可能加速主再来的脚步。Amen。所以今天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不需要害怕看到饥荒这些事情，不需要害怕看见战争这些事情，从古至今这没有停过。今天做基督徒的，我们却要努力的传福音，因为主确切的应许，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末期才来到的。Amen。弟兄姐，今天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国度性的一个眼光，你知道吗？不要只是看见你自己的需要跟环境，你是要看见神的国度啊！你要看见这个世界，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改变，神的国度永远长存嘛，神的国度必然降临嘛，正如神所应许的，而且神的心意仍然是要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而神今天也呼召我们要在这个地上努力的传福音，直到主再来的日子。 Amen。 那你说怎么传法呢？第一个要从祷告开始嘛，跟你说要从祷告开始。跟他说，你知道每一次我在不同地方要讲宣教职堂的策略的时候，
我永远是从祷告讲起的。为什么？因为祷告才能够捆绑仇敌撒旦的作为，能够拆毁人心中坚固的营垒，使人的心真正的归向真神嘛。就像主耶稣讲一个比喻，你还记得耶稣基督有一次讲，今天如果我们要到一个壮士家要抢夺他的家具，你一定要怎么样？你要把壮士捆绑起来。如果你不捆绑起来，那你抢了他的家具，他就抢回去嘛。所以我们概念很重要，捆绑壮士很重要。有人常常说，那祷告和传福音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你不捆绑壮士，你怎么去将灵魂抢夺回来呢？怎么去捆绑？耶稣讲得很清楚，神给我们的权柄嘛。我们在地上什么祷告，用地上所捆绑，神在天上就要捆绑嘛。这些年当我在世界各地做宣教工作的时候，弟兄姐妹，我真的看见一件事情，在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阶层，在不同的地域，是有不同的坚固营垒的。仇敌用不同的方式在辖制人的心的，但另一方面也越来越明白，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今天我们有唯有借着祷告，依靠主的权柄跟能力，捆绑仇敌撒旦的工作，神的灵就要在我们前面为我们开路，来完成主的大使命。Amen。 传福音永远从祷告开始。如果你家人还没有信主，为你家人祷告吧。朋友还没有信主，为你的朋友祷告吧。求主拆毁人心中坚固的营垒，这才是传福音的第一步。第二，要从生活的见证开始，跟你们说，生活的见证开始。我们看见初代的教会之所以能够带来翻天覆地的能力跟影响力，其实不是因为这个使徒啊或者牧师啊所做的工作，其实如果你仔细看使徒行传，你就明白是因为当时的平信徒们呢，就是你们呢，无论走到哪里，搬到哪里，这些平信徒真的太可爱，他们随走随传福音，而且建立教会，他们活出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以至于当时的人，他们看见这些信徒怎么生活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这种生命啊，复活的生命啊，所以他们就把这批信徒叫做基督徒了。你知道基督徒原文的意思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吗？所以因为看这些人就像个耶稣基督一样，所以叫他们是基督徒啊。弟兄姐，今天当你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一点不用担心说你没有好的口才。事实上我告诉你，没有人跟一个人信耶稣是因为他跟你辩论辩不过你只好信耶稣的，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可是多半的人信耶稣是因为看见在你生命当中那个美好的见证。今天最重要一件事情，你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就能够吸引你身旁周围人来到神的面前。 Amen。 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不能够为主做什么。美国教会增长学院做了一个统计调查，他们调查了3000多位初信者，问他们说你们是怎么走进教会的，结果3%是自己走进教会，5%是因为教会节目很吸引人，7%是因为牧师的讲道，这叫牧师蛮谦，叫谦卑下来一点，只有7%，3%是有特别的需要生病之类的，剩下的80%+啊，都是因为亲友的邀请来到教会。所以嘿，不必再等别人了，想想看，在你身旁周围的亲友们，很可能你就是他们所认识的唯一的基督徒，想过没有？你可能就是他们所认识唯一的基督徒，你就是神所要用的器皿，来把福音传给他们的。 Amen。 所以要从生活的见证开始。第三，要从参与宣教事工开始，
跟你们说，要从参与宣教事工开始。就是这些年，当我在世界各地在做宣教事工的时候，我越来越看见庄稼真的已经成熟了，各地充满了马其顿的呼声了。今天也许你我没有办法自己出去宣教，但你仍然可以透过祷告、奉献跟短宣来积极参与宣教的事工，让生命河能够继续不断地流向万国万民，来完成神的大使命。Amen。 第二年我们要一同来宣告神国的福音要传遍地极的。第二年为复活节，不但是我们在这里庆贺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一个日子，复活节更是我们今天可以经历神复活能力的日子。 Amen。 求神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真的是来做一个宣告，为我们来做宣告，宣告说主救赎的恩典已经成就了。Amen。 你要看见今天你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你是带着神的同在行走在地上的人，无论走到哪里，神的同在跟你到哪里啊。 Amen。 你是非常重要的人物，你是能够带给社区城市祝福的人物。 Amen。 你要宣告主说，主永远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何等的宝贵啊，真的是看见神的恩典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明出来啊！你更是要宣告神国的福音必定要传遍地极，你是有使命的人啊。 Amen。 哈利路亚，在复活节的时候，我们不只在这里庆祝欢喜而已，你要看见神复活的能力今天已经降临在我们身上。 Amen。 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不断的宣告，我们就不断的经历主复活的得胜。Amen。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谢与赞美。谢谢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死，而且从死里复活了。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今天在基督里面，主啊，我们真是不再是这个被旧事所捆绑，而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个新的生命，崭新的生命了。哈利路亚，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再一次来提升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现在的同在。我们的神不是过去的神而已，不但是将来，更是现在的神。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宣告你的同在，宣告你救赎的恩典，宣告你神国的福音。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就能够经历你复活的能力，复活的得胜。谢谢主，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一同起立，我们用这种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你真伟大，我想这非常熟悉的诗歌，让我们敞开心就来歌颂我们的神。来，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新书，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着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着主我神。神竟愿采他儿子将士舍命，我几乎不灵魂，主在世家甘愿被我的重担，流血舍身为要赦免我罪，我灵歌唱赞美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主我神，你真伟大。
彻天空，何等喜乐，主接我回天家。哈利路亚，我要归向天空的同埋之后，灵要颂扬神啊你真伟大。我灵歌唱赞美主，赐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主，赐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高举双手来歌颂，需要在耶稣基督里面，离了耶稣你是没有希望，但在基督里面永远充满盼望，因为我们的主是死里复活的救主。今天早上也许在你心中充满了黑暗，在你心中有绝望，可我告诉你，在基督里面神要给你新的希望。你永远想不过你的神的，不要惧怕，也不要失去盼望。你要每天来宣告，救赎的日子已经成就了。哈利路亚！
救赎的人已经成就了，就是今天缠累你的，就是一切旧的捆绑都要过去的，唯有信靠主的人必存到永远。你的生命是有希望，你的生命是有盼望，在基督里面你是可以得胜的。哈利路亚！你要宣告主永远与我同在，你要看见你自己，你不是平凡的人，你不是平凡的人，你是带着神的同在的。我再次说，你不是平凡的人，你带着神的同在行走在地上。哇，你看见神与你同在，这是何等权柄、何等荣耀的事情。你不要轻看你自己，你不要觉得你什么都不弄，你带着神的同在啊！无论到哪里，神的同在就走到哪里，你知道吗？不要轻看你自己，仇敌没办法胜过你的了，仇敌最多恐吓你、欺骗你，仇敌永远没办法胜过你，因为在你身上是得胜的狮子啊！哈利路亚，仇敌无法胜过你的。你要宣告神国的福音必传遍地极啊！你带着使命的人啊，我告诉你，你是有使命的，不要一天到晚活得像没有使命的人。一个有使命的人是不一样的，没有使命的人碰到难处就灰心失望。一个有使命的人，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拦阻他。我告诉你 ，nothing， 直到使命完成。你们，你不要说刘牧师那是你的使命 ，no， 耶稣从来没有说神国的使命托付给刘牧师，没有。是每一个信主的人，就是你，就是我，我们一同努力啊，传主的福音啊，直到主再来，主必要再来，主国度必然降临。你我是有盼望的，活出这个盼望来。哈利路亚，因他活着，我能面对明天。因他活着，不再惧怕，我深知只因他活着。